早晨，我叫張家和，我今年25歲。點解我覺得自己適合呢份工呢？其實因為之前我喺 poly 嘅時候咧，我就係讀 computer science 嘅，咁所以我對一啲科技嘅嘢都幾有認識啦。而我覺得我自己喺溝通技巧方面咧，呢方面其實我都係有信心嘅，因為之前。多謝你伴我惶恐歲月中飄蕩，海嘯間找安心不動港。太倦求結識，你便來陪我躺。風波內遊行，你仍然在我旁。任四周千百尺巨浪，沒法子撐到對面岸。仍感激可以每夜遊上温暖大床，就算今天已告絕望，在晚間倘能同床觀窮莊，清早乍醒仍會天色清朗。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，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，晚上越怕黑